欸，我们今天是忘记在 iPad 上面贴一个那个台湾独立的贴纸，所以还是有很多人问我们是哪里来的。哦，那个法轮功的鼓号乐队的队伍已经在我们后面的没有很远的地方。后面有一个扛棒叫做平凡人合唱团。为什么这个名字蛮有白色正义的联盟的感觉？在这等一等，好，对。哪里白色的？不是啊，那个平凡人合唱团。他们是自己组一个合唱团。那我的可乐在哪里？我的可乐，那可乐有的啊。这样子不会哦，对，他还没到。对啊。对哦。你要跟他们啊，把人合照。是有一点啊，但是他穿过去，而且他们在唱歌，不知道能不能绑。好，我们回到了街上，继续来进行那个采访游行的任务。啊？介绍一下你们的那个这个你们的团体，来介绍你自己。其实昨天才成立的，是那个平凡人合唱团。这个是一群平凡人的在 Facebook 上面的一些组织来的。然后我们选了几首歌，然后代表我们的心声，代表了我们香港人的心声。包括什么歌？包括了其实比较熟，在香港人这几天比较熟的。就是问谁为发声，然后广东话版的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对，然后呢，好几年前的那个有一个电视局的一个歌曲叫做风云，然后 Beyond 的歌，还有其实我们其实 prepare 了一首陈绮贞的一首歌，但是我们团员没有人认识太多，太慢了，所以就对啊。一路唱歌曲，我们一直对啊，对，一直唱歌曲，希望一路去唱啊。对，就是用歌声来参加这场活动。是啊，是啊，就是这样的。对，那有没有其他的那个成员可以？那你们的成员有就是遍布各行各业嘛？可以有没有其他人可以来讲个话？啊，没有人其他讲话的，什么讲？其实都是几个朋友，然后在 Facebook。我们出发的时候大概有40个人，对。现在因为走了，走散了，对，因为分开了几条路。那个去年以前你们有来参加七一游行吗？去年没有。那为什么没有？但是可能其他的团友吧，可能有。像去年是很大雨的，比今天还大的。然后今年明显是多人了。大家的诉求是很明显。那为什么你去年没有来参加，但是今年开始来参加？去年有，其实我们都是有很多其他的工作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没有参加。对对对，每一年都想来的，对。还有什么问？
就这样。特别想说的，有没有那个特别想讲的对政治的那个简单的感想，一句话？简单的改善一句话。感想啊，其实现在我们有几个朋友现在在说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变得比较什么比较差，然后我们有几个朋友甚至说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黑暗的一个时代，所以现在我们香港人一定要走出来，要争取我们应该争取的一些东西。这个姐姐刚才说她希望台湾的朋友跟我们打气，台湾的朋友你好，我不懂说那个台湾语啊，闽南语，但是你们一定要唱我们广东话，这些唱我们加油加油。我陈时正有一次撑住我撑住我啊，陈以正的好，听得明白吗？那我们唱歌了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谢谢各位。好，我们待会有请友邦替你打广告，真的、哦。他说你在这边直播，啊，要请的。上哪去说什么、啊？六点说新闻的。好，说你在这边。好。但是我还蛮希望他们可以听到他们唱那个陈绮贞的歌，应该会是一个很奇妙的场面。他们不是要唱吗？对，没有，他说时间太快，来不及练好。然后比较特殊的是，他们的唯一的伴奏乐器就是一只箫。他们现在要唱《海阔天空》。嗯，好，《海阔天空》在香港应该是没有人不会唱的。啊，由香港独立的时候就用 Beyond 的歌直接当国歌。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边。出嚟啊！入邊好焗。对啊对啊，这就是警察的车。我怀疑啊，我怀疑其实看起来像二十人发给的啊这条路不是我不清楚啊，但是我怀疑这条路不是警方认所谓认可的路，我们应该是找一个街口右拐然后再左拐，因为以往的记忆都是走外面的那条路，但是现在今年我看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条路打开了，我怀疑是刚刚因为人踏机，对对，我怀疑是，我不清楚，我怀疑是因为正常的话我们不会走一条路附近是有这些警察的车在附近的，因为今天实在人太多了，而且要下雨。Sorry.
来，等一下，要放放进里面。压犯人的车，哎，你看，你看，你看，所以你看到聚拢车，对 ，OK， 聚拢车就是台湾的警备车，对，但是他们是比较类似中巴的规模，那台湾都直接坐游览车，坐游览车好处就是，比方说在热身抗议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你载到林口的火力发电厂那边去野放。看到他上次不是有被抓被打？好，就把那个窗帘拉上，就带你们爬。好，我们轮流在这里拍个照。没有关系。对。好。好，换兄弟要吗？换你来拍照。你要拍啊？拍个纪念照。
佢哋上次都係咁拉車去打嘅。OK。在这个时间有直升机的话，九成九就是媒体采访用的，对啊，对啊。刚才香港的电视台报的数字说，好像已经超过八十万了。对，等于香港超过12%的人口。解放军吗？我不知道，是吧？啊，超香港12%以上的人口都上街了。那如果这个数字照比例的话，在台湾来讲，大概就是超过250万了。我们怎样？我们分开吗？不会啊。对啊。啊，你们还没吃到？啊。先访问一下，先访问一下。要访问他。对啊。好，我们现在访问一个从台湾来香港工作的朋友。那，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大概自我介绍。我叫 Terence， 那我现在在国泰航空公司当空服员，对，然后来了这边2年半，那之前的话就是都是因为上班时间没有办法来，然后这次刚好也是有三一八的朋友过来，所以就约着一起过来这边，这样刚好今天有休假，对，嗯。那你住香港的这段时间，你有感觉到就是政治气氛的变化吗？我觉得年轻人站出来的声音还是比成年人来的多，那他们因为经济压力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都碍于就是公司的规定或等等之类的。不过上一次有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基本法23条要通过，甚至要改那个教科书。那时候我们国泰航空，我们的很多姐姐哥哥也是一下班马上就是过去静坐。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开始有这样子的风气，就是公民运动的风气开始产生这样子，嗯。就是那个政府有一些措施踩到大家的底线的感觉。没错没错，就是因为大家辛苦工作就是为了小朋友，尤其是有家庭的人，所以对小孩的福利这一点来讲，对他们来讲是无可容忍。你说减薪这种东西，大家说一节十一点也还好，但是小朋友的教科书这件事情，他们就非常群情激愤。当时没错，对，嗯。那你在台湾有参加什么活动吗？就三一八第一天啊，三一八第一天就有过去，然后第二天就是去捡垃圾，我先去捡垃圾。那后来因为有就是开始就是志工开始捡，所以后来就变得很干净。那一直刚好那时候休年假，所以参加到22号，所以24号那天没有到这样子。对，嗯。那今天这个游行晚会结束以后会有那个占领的活动，那你会过去支持吗？完全，我一定会待到8点。你要到天亮？没错，这直播到几点我就到几点。对。好，希望我们可以顺利直播到天亮。没错，就是他们要先占领到天亮，我们才能直播到天亮。没错，希望他们可以就是努力用功占领到天亮，因为刚刚他们有点太温和了，就是在那边只是一直喊开路啊，对啊。这不是感觉是香港的习惯？我觉得还是普遍就是对中国政府的那种豢养还是比我们来的深刻一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啊，用喊的。其实他们在那个英国治港都不太需要上街头。
没有，不用，比较少，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是经济很好啊，然后大家就是都有钱赚的时候，大家就不会想到这件事情。我们七八零年代还不是一样，对啊。好，那希望晚上我们晚上再研究如何进攻。没错，没关系。如果那个警察把他们抓回去了，我们就到那个警察局外面继续直播好了。对，也是要找点事做。没错。好啊，我们可以访问一下。我们访问一些香港当地人。会啊，就是我们直播有拍到帅哥美女都会被人肉，不行啊，好啊，那我们走那边，没有，好啊，我来访问一下，穿看这件衣服就知道我们就是自己人，对啊，你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哎，我是香港人，我是 Tommy， 嗯，对，然后我是为了不公，所以才走上街头，对。那你去年之前你有参加七一游行吗？一直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在台湾念书啦，然后其实香港人比较对政治比较冷感一点，然后可是现在看到最近发生很多事情，都有很多不公平，很多不满，所以今天我决定要出来走一走，对，嗯。那你对现在香港的政治最不满的一个点在哪里？我觉得特首没有办法管制香港了，然后就做了很多出卖香港的决定，比如说东北发展啊，然后还有很多政治因素，所以很不满。嗯，所以你基本上就是也是比较关注就是特首直选，就是全民普选。这方面议题，这也是其中一个啦。然后我觉得，自由行的那个政策也是很烂。然后今天跑到街头上是为了反对自由行那个失控的现象。嗯。所以你希望如果这次七一能改变什么？你觉得最想改变的是什么？第一，我希望特首就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希望他可以改变譬如说我们要政府选，然后我至少要希望改变香港自由行的那个数量人数，然后希望改变东北发展的那个奇怪的那个案，对。那是撤回东北发展还是说修改？我希望撤回啦，然后如果没有办法撤回，修改也是其中的办法，对。那晚上的占领活动你会去吗？我想我没有办法了，因为明天要上班。对对，就是在家键盘支援，帮忙补给物资，至少。